你有没有这样喜欢过一个人，宁愿偷偷制造偶遇，也不愿意直白地邀约一次？他朋友圈发的每一条状态，你都当作阅读理解来看。他的微信消息是你微信列表里唯一的强提醒，但铃声从来没响过。你终于鼓起勇气找他聊天，酝酿好的话却变成了：你忙吧，晚安了。你从来不敢正眼看他，可你的眼里心里全是他。你把对他的情意全部藏在了这一个个小细节里，期待他会发现，又害怕他会发现。这份喜欢始终是你一个人的兵荒马乱，在这场战争中，你享受多卑微的快乐，就得承受多沉重的痛苦。昨天临睡前刷到了草莓的朋友圈，他说：我对你何止一句喜欢，却偏偏压抑所有的情感，最后说来说去只剩一句晚安。早上醒来后就收到了草莓的微信轰炸，草莓给我发了一连串哭的表情，说他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。草莓嘴里的他是草莓暗恋了两年的男生，男生很帅，街舞跳得也很炫酷，草莓为了靠近他报了街舞班，学到最后腿都肿了，才终于有了和男生一起跳舞的机会。每天晚上草莓总是故意磨蹭，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看到他准备走的时候才会离开。编舞的时候他抓住一切机会想要和他跳同一支舞，哪怕只有几个动作也可以。晚上加班会给所有学员订奶茶，只是为了不让他发现。一来二去两个人混熟，经常约着一起跳舞，一起吃夜宵，一起下班，所有人都在开他们俩的玩笑，他从来没有辩解过，可只有草莓知道，他们只是朋友。一起跳舞，只要有碰触到草莓身体的动作，他都草草略过。一起吃夜宵，聊的都是编舞的事情。一起下班，也只是走到楼下，他打车，他坐地铁。草莓发出去的微信，但凡有一丝暧昧，对方就不会回，甚至谨慎到连一句晚安都用睡了两个字代替。草莓说，我从来不敢奢求太多，就是怕这一点点希望都没了。可哪有什么希望啊，他连一句晚安都舍不得对我说。记得之前在知乎上看到过一句话，晚安的真正意思是我不想听你说话了，别打扰了，我玩手机。对于不喜欢你的人来讲，晚安的意思是终止聊天，可对于身处暗恋中的人来讲，晚安是那一点点还能继续追下去的希望。前两天收到一个读者的私信，他说：程毅，我脱单了，想跟你分享这份喜悦。我喜欢的人特别优秀，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，可又不甘心成为陌生人，只敢每天晚上和他瞎聊几句就说晚安。有时候会故意发错，然后撤回重新发送晚安，这样就好像每天在跟他说我爱你爱你这样的暗号。我不知道他懂不懂女生的这些小心思，可是只要我看到他回复晚安两个字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开心，心想明天又可以找他聊天了。一旦他什么也不回，我就会瞎想他是不是烦我了。后来我变得越来越谨慎，有时候就干脆睡前给他发一个简单的晚安。连续发了一周之后，他问我怎么不和他絮叨每天发生什么了，是不是有新的目标了。我当时看到后半句话心跳猛地加速，他真的什么都知道。我本来还想继续当缩头乌龟，但他把最后一层窗户纸也捅破了。于
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。说真的，我真的特别羡慕和向往这种爱情，只要有一方是直接干脆，那整段爱情就会变得爽快又浓烈。可在现实里，我们大部分人是草莓，无论多想，当对方的女朋友发出去的消息却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可爱的表情包，无论心里编辑过多少次表达爱意的话语，到了嘴边通通变成了一句晚安。你小心翼翼，你欲言又止，你把所有不敢说出口的深情全都藏在了每一天的早安和晚安里。可现实里的爱情永远不会像电影一样戏剧化，哪怕你和对方暧昧了千百个回合，哪怕你在背后为他做了无数件令人感动的事情，只要你不说，他就永远不会知道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，去告白吧，喜欢就说我爱你，爱到深处就相拥接吻，不隐晦也不影射，这才是最让人羡慕的爱情啊。回望昨日海棠，沐浴晨光，含苞待放，犹记一抹斜阳照你脸庞，飞半夜两人遥相望，念念不忘，朝思暮想，你歌唱余音绕梁，那双迷离眼眶，明眸转笑嫣然，近来有家让我心如露妆，我望眼欲穿，你身旁是我天堂，曾以为时光慢，来日方长，两情相悦如往常，到世事无常，生变幻，当头棒猝不及防，我曾如月牙儿女情长，执子之手盼白首共烛光，地老天荒。风霜饱沧桑，不复芬芳，那些地久天长已成过往，翘首看你不在身旁，念念不忘，可有回响，心已伤，我已遍体鳞伤，仍然故作坚强，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歌唱，世事终无常，多变幻，你离家为了梦想，孤身独去襄阳，我留周庄，从此后天各一方，无处话凄凉，冰成霜，泪两行把梦锁上，那些甜蜜时光随春过往，人
笑依然。